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我们的节目呢是跟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 跟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还有灿烂时光节目，我们日联合制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哦，在每个礼拜五晚上，在中正大学金声金视广播电台会播出。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30呢，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 会直播，之后会在灿烂时光以及在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的网页上面也会播出哦。那接下来跟他谈这个议题哦，这个议题是我们在几个月之前曾经讨论过，就是世新大学的一个破报跟力报，当时是谈到一个停刊，一个是休刊的这样一个消息哦。那当然对很多的读者来讲，或者对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可能也都没有听过力报或破报。不过对某些人，或是对某些这个读者来讲，它其实确实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纸哦。而且如果放在一个大学以传播科系为起家的一个大学来看，这一份报纸恐怕是一个更重要。不过很可惜的是，校方有在他种种的考量之下呢，其实在前一阵子不但休刊或是破报停刊之外，其实在前几天世新大学校长吴永乾呢，在跟学生在这一个座谈当中呢，他曾经提出了一个质问哦，他说只有600份的台湾力报，你告诉我这个报纸有多少的价值？多少的价值哦？那这个报纸的价值当然数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它的价值恐怕也不是只有采用这个部分来评估。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就要跟他邀请到的是前四方报的这个主编张正哦，也是在力报待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媒体工作者，一起来跟我分享哦，来讨论这个议题。张正你好。刘翔你好，大家好。张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在力报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我从1996年进去当记者，然后中间大概就断断续续也有离开去念书，然后到2006年做四方报，那也是在力报的办公室里面做，所以这样算下来，算到我去年离开四方报的话，大概是几年啊？十七八年吧，2006年开始，1996年开始，对。对，我们知道力报其实是发展在这个所谓报禁开放之后、哦，那报禁开放之后大概也就2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那大概力报有你在那边大概有力报到目前为止的2/3的时间哦。那前一阵子这个世新大学校长吴永乾先生曾经在一个学校的座谈会当中直接提到说，力报只有600份，告诉我这是有什么样的价值？那一个只有600份的报纸，你为什么要在那边待了10多年的时间呢？我觉得我先要谈一个是我们常常谈说不要因人废言，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因人废言，就是这个人他说的话值不值得我们去重视。那吴永乾校长啊，他现在校长，他去年我其实有跟他谈过话，他那次谈话是因为广大行号，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回反正他的言论给我留下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个烂国家一定要给他点教训，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烂国家是指菲律宾 ，OK。我想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可以讲话？这个跟流氓打架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个烂国家什么什么。那时候那次我就跟他有点不太高兴，就吵。
当面就辩论了一阵。好，那回头看吴永乾校长，他现在变校长，其实我是很质疑这个决定的，就他为什么会变成校长。他本来学术上啊什么我们也不太知道他的能力到哪里。好，那个所以我基本上我是先因人废言的，就这个人我基本不是非常尊重他。你先把你自己就对了。我就很清楚，我就觉得这个人，后来有一两次接触，我的感觉他不是我心目中校长的样子。好，那他回头谈说力报的发行量，600份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的数字，就我去年离开之前不是一个正确的数字，不过也没高到哪里去。多少份呢？我知道大概是2000多份吧。2000，我其实也不多啦，其实也没差啦，就是都很少。我觉得力报在纸本的发行量上，就从我1996年到力报，然后后来变主管，有机会去印刷厂看它的发行量，看它实际印报量，大概就这么多，就是2000-3000份，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它的确在纸。就是实体的发行量上是非常少，我觉得找到那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可是一个媒体或就是发行量少，它是一个事实嘛，对不对？不管是事实，哎，就他讲600份，我猜这个数字也不太对，不过无所谓，就是不多，的确是不多，但是它这个数量多和少，它的价值是在它的。他讲的东西是不是特别的？就像我们会讲说，那个家乐福的广告单发行量很大，那你觉得它很有价值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吧？或者那个瓦斯费的单子的发行量很大，全国都发行，它很特别。那600份的确是很少。那可是后期，尤其在网络慢慢起来之后，力报的文章、力报的言论，在它的影响力其实绝对是超过它的纸本媒体很多的。因为它在台湾的言论市场，在台湾的新闻市场上面是很特别的，是独树一帜的。所以它在网络上，在意见市场里面，它是很强的。那我觉得，吴永乾校长用600份的发行量这样子来谈，也许他现场跟学生辩论有点激动吧，所以用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非常不恰当，这跟他讲菲律宾是烂国家一样不恰当的这种话。来，他特别举像家乐福的发行量可能是很大的，或者是说在这个瓦斯表这个是很大，那这个大虽然你看起来是没价值，说实在的，对很多人是很重要的资讯啦。就例如说，他可以有减价的资讯啊，那资讯那不是完全没有一个价值。OK OK。但是你自己认为的价值跟这个吴永乾校长认为那个价值在数量上面不同之外，其实那个力报的价值它其实又是什么？对你来讲，或对你认为的一般在这个社会里面价值是什么？心目中的价值是很不一样的值。我想它的价值是比较接近价钱或者是营收的那个价值。那我觉得我们或者我自己想象中的价值是这一个言论它的分量，它说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流传，值不值得被转述的价值。我今天还特别找了一件这个衣服来穿，你看得到？可以。你应该不认识他吧？跟你一样了不起的人，没有，他是那个菲律宾的国父黎沙，他其实也没有打过什么仗，然后。他在菲律宾独立之前就被杀头了，就被枪毙。但是他的价值是他写了2本小说，那两本小说整个引起了菲律宾民族的怒火，然后后来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所以他被选为最后被推举为国王，国父啦，就后被后人认为他是国父。那他的文章的价值。那个价值是真的是讲到了，讲出了别人不敢讲的东西。就是很好，很清楚的写出了别人知道可是写不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力报某个程度，尤其我们邀请来很多作者，包括像您也是之前是我们的作者，就我们可以写出一些主流媒体，注重价钱、注重那个一般发行量的媒体不敢写的东西。因为我们
我们收集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事情的精神，收集了非常多的，在其他地方，有些是混不下去，有些是他的言论太激烈，在别的地方不能被呈现的朋友，那些写手，他们可以在立报写他的语言，写他的东西，我们基本上不太改稿，啊，除了错字改一改之外，其他言论是不太审查的。嗯哼，那这个价值我觉得到现在因为一方面是网络媒体比较多了，所以这个价值现被传播出去，不过在之前尤其立报创刊前面的十几年来，这个价值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吴永前校长看不到这个东西，纯粹以600份这个数字来谈价值，我想我跟他的价值是不同的价值。嗯哼，不过我待会还要再请教这个部分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也许先丢出来，就是网络时代已经有这么多的报纸了，或是这么多的所谓独立媒体，那立报它如果还维持原来的东西，还有它的独特性吗？这会不会也是另外一种所谓的没有价值？我们先把它挂号起来哦。那待会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再往前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回到一个学校的角度来讲，学校它必须要经营，对不对？那报纸它必须要经营嘛？那坦白说，你刚刚谈到了这么多的价值，可是在实务上面，世新大学每年可能也是给了上千万给台湾立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出哦。那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因为我们不太清楚整个世新大学的整个账务的情况。那但是一两千万其实是跑不掉的。那这个支出就是从一个学校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他可能会觉得是一个负担啊。那我从这个负担的角度去说，我停掉这样的一个报纸，然后把这些的钱拿来做更多学校的使用，要不然其实包括有一些说法就是停掉立报之后大家学费才不会涨那么多啊。是我之前在一个经营上面是吗？有，如果他是经营者的考量，其实我们也都同意，所以他立报要停掉破报停掉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嗯，好，那当然其实那个世新有很多学生媒体其实自己已经在说了，就是你真的是在乎这个1000多万、2000多万吗？还是因为他另外，比如说董事会的交通费就300万、200万就再加上去，那它的价值在哪里？其实价值这个东西，不管是立报的价值，或者是吴永前校长心目中的价值，都不是那么容易量化的。嗯哼，那我认为那只是一个说辞。不过也 OK， 那世新他的高层他有他的决定，我觉得停掉立报或者破报都是他的决定、啊、现在我谈的只是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和我心目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价值，那我也尊重他们。但是不过我一直要说的是，这个世新作为一个私立大学，其实它并不是真的私人的大学，嗯，它是接受到很多政府的补助的，所以它的决定也不是完全可以随着校长或者董事会的个人喜好来决定。那这个它的大学精神，它经营大学的方向，其实是还是得符合某一部分的公共意见，嗯，它要有公共性的，它不是它我经营不下去我就涨价，或者说这个部门很不好我就裁掉之类的。好，那像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世新是一个传播起家的大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糗的事情，传播起家的大学办不起来一份报纸，办了一份只有600，就是发行量600份，然后而且学校的校长也看不到这个报纸的价值，嗯，我觉得其实蛮丢脸的，蛮糗的。那我虽然不是世新毕业，可我也靠我也在世新的立报下面工作了很久。那，哎，关老师您还是世新毕业，所以我实在你可能更生气。我当然是不太能够接，我当然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也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转变。不过我现在是主持人嘛，对不对？还是我要去要你或者去挑战某些的这种所谓说法的一个看法哦。那其实我知道你就是要害我，对没有，我会另外在别的地方来表达我的意见。我的意思说，到底那个所谓的一个学校，它你特别谈到说它不是一个私立的嘛，对不对？不是一个什么私人的。那但是待会我们可以再继续的谈，它不是一个私人，那它怎么去决策一个报纸的一个存活呢？据说这个我们就是立报，它应该是校下面的单位。不过我觉得你有机会可以问问看，刚刚卸任的校长赖鼎铭老师。
他说这个其实不是他的决策啊。不过现在吴永贤老师说是上个校长的决策，现在其实是罗生门了。我推测，我猜这都不是他们两个的决策，可能是更高层的决策。好，那可是我不谈这个啦。我觉得 OK， 他们要停掉这样一份你说历史悠久嘛，也还好啦，就二十来年的报纸。那 OK， 那我真的要说的是，真的该赶快停掉，不要留着这样一份很看起来让我们这些人觉得很难过的报纸。嗯哼，就是、看得到吗？嗯，就是这个其实这实在太充版面了，而且非常非常薄，只剩下八个版。嗯哼，我其实我自己在离开立报之前，包括像副总编辑廖云章啊、张约翰，他们都曾经强烈建议过，我们应该立报如果只有这样的经费，一年1000多万、2000多万的经费，应该用力的发展电子版、网络版。那不过这个意见一直不被高层接受，那高层觉得还是要有实体的。可是实体的呢，因为发行量就的确是很难铺出去啊。我们也印不了那么多，就没有钱可以印那么多，然后印那么多你要放出去，那个每放出去的一个动作都是要费用。那只有这么少的钱又一定要做纸本。我觉得这个经营上有非常矛盾的地方。那可是像我刚才说，立报我们认为立报的价值是在它的言论的分量和它的特殊性，在网络时代这个东西是可以大量传播的，如果我们的网站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这个东西的确在前两三年立报已经透过包括跟一些入口网站的合作，和 Facebook 其实做了那个数量是很大的，这可以去找张约翰的那个研究。嗯哼，可是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点跟它的可能性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过来请教张震，因为刚刚张震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新立报，那这个新立报跟过去的立报有什么不同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数位时代，这个所谓的意义性的媒体，或者是一种只要坚持这种所谓的不同声音、不同立场的媒体，它其实有怎么样存活的可能性？我们待会再回过来讨论这个问题。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节目是由灿烂时光跟公司新闻议题中心编案及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在每个礼拜五晚上在中正大学金声金视广播电台的频道当中 FM88.1 会播出。礼拜天晚上呢，在这个公司新闻议题中心PNN的网站会直播之后，也会在公库跟这个灿烂时光节目当中网页上面会来播出哦。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其实在几个月前我们曾经谈过，那现在有后续的发展哦，就是台湾立报、世新大学、台湾立报的这些议题哦。今天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连线的是四方报的前主编张震，张震你好。哎，观众朋友你好，大家好。刚刚有特别谈到说，这个立报其实他已经做了一些调整哦，在今年的八月，他其实也是重新的复刊哦，所以他其实前阵子只能够算是一个停刊。那当然我也是立报的这个
正运很好，反正我就很早以前我就拿到，结果看到是有一点点的傻眼啊，就是说不只是在于所谓的它的内容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哦，它整个的编排上面，甚至取材上面其实跟过去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哦，甚至很多的东西其实也看不到是记者的采访，而是一个讯息的整理。我不知道，长期在力报的这个系统当中待了十多年的张真，你怎么去看这一份新的所谓的旧力报呢？新的旧力报，你说谈这个新出版的样子？对，我觉得，其实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在初刊之前我们就可以想象了，本来才16个版就已经是很薄的报纸，现在它还是要求出每日的报纸，所以经费又变少，所以是8个版其实就是两张纸而已，所以我们才会笑说这拿起来就跟广告传单一样。那谈到内容的话，也像刚刚管老师说的，它很多内容都是剪剪贴贴来，已经没有什么意见在里面，它真的就是剪贴。那我待会拿一两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那个他介绍，比如介绍一个校长，他就，然后他的介绍就是这样，其实像履历表一样，这是封面哦，这是报纸的头版哦，它里面翻进去第四页，第四版，他的封面介绍杨朝祥，他的内容就这么多，就这样子，这个大概300字吧。什么样的内容啊？就是他曾经做过什么事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学校的网页上贴下来的东西吧。杨朝祥表示，杨朝祥指出，然后他说对学生而言，网络学习可以更健全，就是一些原文照录的感觉。所以我也懒得去追究他是从哪边来的，那可是看起来就很像这个每个学校的网页上有一段校长的话那种东西。嗯嗯。好吧，可是这样子的报纸还算是报纸吗？我觉得报纸的精神已经不见了。力报强调波辣批判，然后他站在主流之外的立场来看主流，来批判主流，这个才是他精神价值所在。他这么少的发行量，可以在这一二十年之间，在台湾的媒体界还是有一席之地。我觉得那个言论的价值，它取材的方向才是它重要的之处。那他们现在听说是找了一位很会做生意的这个老师来当社长，彭怀老师。那他是网络上看起来他是房仲很厉害，很会买卖房子，很会理财。请他来当力报的社长。也许吧，他们可能可以把这个真的变成一个很成功的广告单。那也祝福世新，祝福力报。不过我觉得就我来看，现在的力报真是生不如死啊！就是办这样一份刊物，然后重新找了一批很新的同仁进来。其实真的是不如就办一份纯商业的报纸，不要放在一个世新大学这样一个所谓以传播起家的大学的下面。嗯哼，我觉得还蛮，你说难过吗？我觉得其实有点难过的，就是也许表示台湾或者表示世新都撑不起这样的一个场面吧。嗯，那幸好你现在已经不在世新教了。好吧，你感觉要把这套球套害我之类的，没有关系。我跟你说的话还是得要说，不过我看你的眼睛有点肿肿的，应该是已经非常难过到一种状态。对，因为刚刚起床。那谈到这个彭安院长啊，他其实在他脸书上面其实也提到了，那他前两天接受这个政大的访问嘛，哦，政大学生刊物访问，他说政大学生问他一个问题说。力报不是左派办报嘛？哈，当然是不是左派办报，其实包括在台湾所谓的左翼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了啊、哦。那但是相对之下，在跟很多的这个比较自由派的或者说右派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媒体比起来，它当然是一个左派啊、哦，相对的一个概念之下。那彭院长回答的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地方说，我们是一个大学哦，大学本来就是应该是强调自由多元，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一个放弃左派或是不放弃左派，而是我们应该让这个东西是更多元的。
那所以它是不是上一定是在那种传统的那种所谓的虽然你对现在的这种状况不满意，可是它本来就应该呈现一种多元的样貌，不是吗？或者说新的经营者他本来就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所谓的期待跟做法呀。从前 Lucy 在谈力报的时候，就从前陈露西社长谈力报的时候，他说我们其实你要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媒体变成多元，我觉得那个都是有一点碰碰，有点夸大其词。可是他说我们这一份报纸虽然很小，发行量很少，内容也不多，但是它是平衡整个台湾媒体的市场。我觉得那个定位得清楚，就你不要以为你真的可以，你可以广纳全世界，从前16个版现在8个版就叫多元，多到哪里去，我是很怀疑的。那可是你立场如果放的坚定，然后你站在一个没有人站的位置，那其实真的是平衡所有，像你刚刚说相对右派相对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媒体，我们是站在另外一个对立面，等于跷跷板这一端只有我们在站，我觉得这个才重要。现在虽然多了，包括苦劳，包括关老师的节目言论等等，但是这个比起那种纯商业挂帅就是利益导向效率导向的那些媒体来说，我们这些还是非常非常少的量。那力报他现在的力报我不知道是多少，大概一年一千多万的经费，他可以这么有高度吗？我这么多元吗？我这就祝福彭怀仁老师了，那他可能有这个本事做得到，也可能啦，的确也可能。不过就我之前来看，我觉得台湾媒体缺的是像从前力报站的位置，缺这种媒体，而不缺号称多元、号称自由、号称就是广纳百川的媒体。你问中时联合、苹果自由，每个都是，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广纳全部的意见的。那力报比他们的经费，可能只有他们经费的零头而已。我们做得到这么多吗？然后，如果你的内容也都只是东减一点、西减一点，我不相信啦，我不相信做得到。那这当然是从另外一种所谓的多元了，所谓多元它不见得是在这个报纸里面是多元多样嘛，当然从整个市场上面或整个这种所谓的光谱上面，它其实要某种的这种所谓的平衡了，或者说出现的是另外一种声音了。那当然从一个这是一个从媒体或者从媒体的市场角度来看，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一个大学的教育来看，大学的教育其实不是应该也是一种所谓自由多元的刺激嘛？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面，我想世新以前最可贵的是其实包括在整个我在念书的时候，包括这个老师的光谱上面也是很多样，虽然他们都不见容于所谓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哦，那可是不管他是右派或是左派或是统派或是独派，这个学校里面他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哦。那如果从一个大学来办报的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一个大学的办报他应该怎么去定位他这个所谓的不管是他自己的发行的报纸或是学生的实习报纸，他的位置或是他的定位，他应该可以是怎么样的发展呢？大学要办什么样的报纸，我觉得也看这个大学他想变成一个，他想作为一个什么大学。那他如果就想要做一个赚钱的大学，那他当然应该办一个赚钱的报纸。是力报的成立当然不是这样，不是从这样历史背景起来的。力报的成立我觉得反而是因为陈舍我老校长办不了报纸，所以才办学校，所以他的位阶反而是低的，位阶是报纸才是优先，他是对社会大众讲话。那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他办不了报纸，所以他办学校，学校的位阶是服务于这个报纸。那现在当然整个本末倒置了，就是办学校，赚钱，就是要不能讲赚钱了，就是不能赔钱，这个是变得非常非常优先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报纸当初最原始的那个意思，最那个宗旨已经不见了。那我觉得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个都很重要，那其实他最后的目的都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世新是新闻专科学校，就是从前老校长希望办的是一份对面对全世界的一个报纸，该是让世界更好的报纸。这个概念我觉得是绝对高于，或者他的理想是大于办一个大学，
所以你问我说一个大学应该办什么样的一份报纸，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大学也许根本就不应该办报纸，他把学生教好，把老师教好，也许就不错了。那如果他办报纸，办了一份他自己觉得没价值的报纸，那其实是自己打脸，其实蛮可惜的。嗯，那如果要办，可是我当然也同意一个以新闻传播作为主体的学校，他应该要办一份报纸。我们要学习思考之后要执行，我们执行就真的实践出了一份报纸。嗯嗯，那长久以来，就至少在我在立报这十几年来看到，那的确世新学校和立报的合作是有限的。那很多除了像您这样的老师很有实践力之外，有些老师是不太实践的，那也 OK 啦，就是大家各有专长啦。不过我理想中的大学，一个以传播起家的大学，他的确应该要在学习理论实习之外还要去实践。那我们怎么样，学校校方应该要鼓励这样的实践或者支援这样的实践。嗯哼，不过有限啦，我觉得有限，就是你说办一份日报一年1000万2000万，那个是办不起来的。那也许现在世新高层要收手了，只是现在在过渡阶段，所以先办一份这个广告单出来。所以你刚刚就我只觉得快一点，就直接收掉，再把日报留在历史里就好了。对啊，你一直觉得快，但是你其实在前面还有满满的祝福，可是满满祝福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酸意的满满祝福。如果是你认真的要去祝福的话，认真的你觉得你想要办，假设立报还可以存在，你觉得它应该可以长什么样子？那考不考虑钱？考不考虑它现在能得到的资源？当然要考虑啊。哦，那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的最非常诚恳的建议是，立报应该变成一个，如果还要纸本的话，最好。最多变成一个周刊周报，就是也许把立报和破报合在一起变成一份周报，这样是符合我们的实力。就是大家工作人员要吃饭啊，报订报纸要钱啊，送报要钱的这样一份报纸。那以他过去十多年来累积下来在相对左派的这个位置，他还是有他的历史价值。那如果那样办，我觉得比较有可行的机会。不过现在因为整个世新都是，这个相对利益挂帅吧，或者是不是左派在前面了。那现在以这样子的 background 来办出一份日报，我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期待，老实说没什么期待。刚才讲，如果你说我有祝福的话，那就是礼貌话啦。其实我还是有尊重，有一些基本的礼貌，祝福他们做得好。可是我个人没有什么好期待的。那现在有网络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刊物，或者包括世新内部有一些同学做了，现在还力量看起来很小，但是其实也许像一根针一样刺得高层很不舒服的这种小媒体，靠北世新啊，什么大世界爽报啊，我觉得这个也许吧，就是一个看起来是纯利益导向的一个校园里，还是有一些不服从的，另外有思想有他的考虑的一些学生，反而是还蛮值得管老师继续观察，那个可能是下一个管老师。说不定他们其实是另外一个真正实践所谓的大学批判精神，或是一个媒体他应该有的批判精神的一个延续，或者是说世新长久以来就在外界就被认为是比较具有批判精神的一个校园哦。那假设立报真的像你未来发展，还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子，它大概没有什么太可期待的话，反而是这些新的同学、这些新的刊物、新的校园刊物，它变成是另外一种可能。对的，就是那个对手越强大，对，或者是恶魔党越大，那科学小飞侠的感觉这样子。好，今天非常谢谢张正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希望你的眼睛只是不是因为太难过而没有睡饱的红肿。好，谢谢你，我们下礼拜再会，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天空的眼泪洗过了世界，还来不及发现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